一个玩具拆下来板子做的，他穿上去之后就暂时不要脱轨。这样想来，它不会正常，只会一直进步，怎么练都不会正常。就是要看自己有没有一直持续帮它复健。如果没有一直复苏的话，但因为这个退步，因为它现在会长，并不代表以后会这样，这跟它复健一辈子。